我现在拍的是那个女生淋浴间，对，然后他们还有橱柜，然后其实还蛮大间的，而且座位还蛮多的。然后他们厕所在这里，对，两间厕所，然后这里还有贩卖机，啊，镜子还不错。OK，那我现在要去外面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可乐，然后我现在没有化妆，应该没有差吧？One Piece，流星花园就来了哎、拥有白书都来了，好吧。而且它有上下铺哎、网球王子，哎、还有这个乌马奖，乌马奖。哦，你上次给我看那个动漫吗？超可爱。可是我如果再高一点的人应该不行。哦，就缩脚啊！对啊，可是很好，是它旁边有很有充电的地方。对啊，我觉得这边超适合。这个是什么？好适合耍飞一整天哦。对啊，1000块一整天，我觉得可以。休假每天都来这里好了。然后这个也是下沉，可是我觉得虽然下沉有点不安全，因为它这里有坡度。你躺到这里，尴尬，会看到你的路过。对，是。对，最像韩国的是，对，因为那其他地方其实有点不像韩国。可乐，感觉怎么样？我觉得还不够热，这边真的还好。这边适合睡觉。对，40几度而已，44吧，对吧？对，这边就很适合睡觉，温度刚刚好啦，但是偏热，还可以排毒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去最高温的，刚70几度啦，现在66.8。最高温的，也是我的最爱。然后最上层最高温，啊，最低温，没有在怕的啊，直接挑战最上层啊！好啊，上弦月，挑战起来！哇，哦，这个温度是超热，它是烫，很烫，嗯，很烫，光脚踩在这边都很烫。我要在里面待10分钟，现在43分，我53分再出去。看10分钟后你的汗会有多少？现在一滴汗都没有。对啊，现在已经10分钟过后了。对，可是我没有到完全爆汗，我没有到很夸张，感觉他超夸张的，他的汗是爆汗的那一种，很夸张，他在10分钟就开始流了。早上我们这个时候要去那个、最冷的地方。哦，刚待了10分钟最热的地方，现在就要待10分钟最冷的地方。我觉得还蛮划算的啦，因为它这里，如果你不想再去躺岩盘浴的话，你可以出来看漫画。漫画，来找一下漫画区。对，它漫画其实很多，然后还有那个杂志，它有一些很畅销的小说，我觉得还蛮棒的。如果你想要自己私人空间，那你就可以来这里。它是上下铺的，对啊，然后而且它有充电的地方在这里，你就不用怕你的手机会没有电。对，然后你就一样可以躺在这里看漫画。好的，还蛮推荐大家来的，还不错，很棒。我现在就好想再睡觉啊。好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拜拜。